全面调整我市疫情风险级别，我们对全市进行了全员核酸检测排查，对中风险地区进行了三轮核酸检测排查，对高风险地区进行了四轮核酸检测排查。排查结果显示，我市722疫情得到了快速有效的控制。截止8月15日24时，大连市已连续14日无新增社区发现确诊病例。经征求国家和省疾控专家意见，报请省指挥部批准同意，市指挥部研究决定，一是将西岗区香炉礁街道工人村社区、金浦新区站前街道盛滨社区、站前街道杨家村、先进街道桃园社区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。大连湾街道于8月15日24时调整为低风险地区。至此，全市中高风险地区